现在，让我们完成踏入新区前的蹲伏，穿过障碍物。跳跃可以帮助你抵达更高的目标位置。由于能量武器在新区中，请选择你喜欢的武器布局。开火，消灭对面机器人。打开瞄准镜，可以让你更精确地瞄准目标。让我们试试一键开镜开火模式。请选择你喜欢的开火模式。接下来是狙击射击训练。长按射击键，开镜瞄准后再释放，进行开火。非常棒。最后是技能训练，点击按钮直接释放技能，点击技能进入释放状态，瞄准目标区域，快捷施法能让你更快地释放技能，取得战斗先机，按住技能按钮拖拽到目标区域释放，即可完成快捷施法。接下来让我们尝试一下吧，长按瞄准目标区域，然后长按瞄准目标区域，然后释放技能，消灭敌人，可以为终极技能充能。了不起，新能者，让我们向着新区迈进吧。胜利。恶浪席卷一切，为了更好地进行指引工作，请输入你的资料完成对我的完全激活。信息已载入，深度链接建立中，激活成功。无论是多么遥不可及的愿望，我都会竭尽全力。为了提升您的团队合作和射击能力，接下来是团队竞技训练。热身阶段，团队竞技用于提高新全队率先击败一定数量的敌人。战斗，这里可以进行枪械类型的选择。让我们先试试这把武器。接下来，和你的队友一起赢得战斗的胜利吧！战斗开始。我方比分领先。决胜时刻，剩余五人，胜利。恭喜完成团队竞技训练，新的援护英雄，辉光。
加入你的纳米医疗仿生体米样为您服务。在新区中提升新能者等级，不仅可以解锁更多玩法模式，还可以领取丰厚的奖励。雷霆不可阻挡。除此之外，你还可以通过星币或星石解锁更多的英雄，一起征战新区。从现在起，我们并肩作战。五位英雄集结完毕，接下来让我们去训练场熟悉一下他们的能力吧。新能者，欢迎。现在，让我们开始瓦尔基。火力支援即将到达，发现敌人。火力支援即将到达，发现敌人。坚不可摧。火力支援即将到达，发现敌人。火力支援即将到达，火力支援即将到达。恭喜完成训练，相信你已经。星河爆破分为进攻与防守两个阵营，那么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教学了解星河爆破的规则吧。星河爆破是星，它分为进攻和防守两个阵营，双方围绕星区部署点 A 和 B 展开对抗。进攻方需携带星河进攻星区部署点 A。进攻和防守两个阵营，双方围绕星区部署点 A 和 B 展开对抗。进攻方需携带星河进攻星区部署点 A 或者 B 部署星河，防守方需要防守星区部署点 A 或者 B 阻止星河被部署。率先达成目战，世界是我们的。进攻阵营在行动之前，跟随地面指引，前往星区部署点。前面就是部署区域，趁着没有敌人，赶快部署星河吧。星河部署成功后，需要阻止敌人回收星河。接下来，请守护星河，直到它被激活。一颗子弹，准！太简单了。即将激活，它会湮灭范围内的一切生命，快根据地面指引逃到安全区域。意料之中，星河成功激活后，进攻方无论是否有人存活，均会赢得本回合的胜利。下半场时会进行进攻，你当前属于防守阵营，前往星区部署点阻止进攻方部署星河。进攻方部署了星河，快回收！
进攻方敌人已被击败，快去回收星核吧。这才回收星核。胜利！你已经掌握了星核爆破的基本规则，让我们通过星核爆破人机模式进行规则检验吧。吉星守卫雷翼前来报道。战前准备，全力以赴。星核在我手里。准备就绪，即刻冲锋。行动开始。正在部署星核。星核已部署。任务结束，战斗胜利。战前准备，用钢铁般的意志，星核在我手里，突破他们的防线。行动开始。一个，正在部署星核。星核已部署。敌方仅剩一人，就是这样，一鼓作气，战斗胜利。战前准备，星核在我手里。行动开始。感受雷霆的洗礼吧。星核已掉落。我拿到星核了，正在部署星核。星核已部署，敌方仅剩一人，我方仅剩一人。
行动失败。下一回合攻防转换，星河在我手里。行动开始。炮弹来袭，表演开始了。我方仅剩一人，战斗失败，半场最佳。勇气成就战士之名。攻防已转换，身份转换，公平的规则。行动开始。星河已掉落。星河掉落了，意料之中的胜利。战斗胜利，战前准备。行动开始。星河已部署。B 点已部署星河，尽快回收。实战的评级为 S， 请继续保持防守成功。赛点，行动开始。敌方仅剩一人，胜利大快人心。